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有请易烊千玺老师来为我们读出有点慌的这一段文字。那个千玺老师，你想要什么音乐？你可以跟 Eason 老师要啊。失落一点的音乐。失落。我喜欢这种捉迷藏，躲在树上，大家都找不到我的感觉。可是，你们不能找不到我就走了呀。剩下我一个人仰望星空，我有点慌。剩下我一个人什么？仰望星空，仰望星空。这么失意啊！这个人现在找到了吗？捉迷藏还在那个地方，感觉找到了，可能迷路了。来。